地球上雷电交加，沸腾的雨水。 终于回来住的地方了，我真的觉得太痛苦了。我从植物园要走出来的时候，就开始慢慢的在下一点雨。我想说不太妙，因为我的大包包，因为我带两个包包，大包包放雨伞。我就想说，赶快回去，不然等下下雨，因为还有一段路要走。走过去之后，就快要到门口的时候，就突然啪大雨了。 我想说应该下一下要停了吧，结果下不停，下到现在应该一两个小时了。这次去科博馆，好像跟我小时候看的印象有一点不一样，就是有一点不知道是我长大了还是它都没有变，就是有点失望，跟我小时候的印象不太一样这样子。 它有一些东西就是蛮像以前国小在看的那种学校会放的影片、录影带的那个时空背景的感觉很像，然后它的配音也是，就是很。
很复古吗？然后里面也是暗暗的，因为以前小时候印象是很亮这样子，就蛮有出去玩的感觉这样。啊，我要先来休息一下，我觉得好累。